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。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今天在西班牙举办的FIBA U17世界杯决赛的比赛中，美国队以79-67险胜东道主西班牙队。他们第一节被对手打了个20-13，半场以5分落后，下半场上演绝地反攻，最终拿下了比赛。美国队中表现最好的球员是在 ESPN 2025届排名全美第三，年仅15岁就拥有203公分身高的 Cooper Flagg。 虽然他在投篮端只有11投3中，三分球1投1中，但全场拿到10分、17篮板、8抢断、4封盖的全面数据，为球队赢球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Cooper 在本届杯赛场均可以拿到9.3分、10篮板、1.9助攻的数据，赛后也入选了第一阵容。至于进攻端，美国队表现最好的则是2023届的四星控卫 Jeremy Fears Jr. 他全场7投5中，罚球7罚7中，砍下了17分、6助攻3抢断的数据。他在场上时，美国队净胜对手20分，此人已经承诺将会在高四赛季结束后加盟密歇根州立大学。此外，2023届全美第四的五星前锋 Ron Holland 本场比赛也有13分、7篮板的贡献。至于 ESPN 2023届全美第一球星三代 DJ Wagner， 全场12投仅3中，3分球3投0中，拿到了6分、4助攻、1抢断的数据。他本届杯赛整体发挥比较中庸，场均得到9分、3.1篮板、2.9助攻的数据，三分球命中率不足20%。但 DJ 赛后还是表示，这次夺冠经验非常宝贵。他说，能见识到全世界不同的篮球打法，这真的很酷。而在美国队中，我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，例如打了很多的无球，这些都让我得到了提升。虽然美国队拿到了冠军，但是过去的7个对手里，只有西班牙队没有让他们净胜20分以上。而且在赛后，官方还罕见的将 MVP 奖杯颁给了亚军西班牙队的球员伊桑·阿曼萨。这位2005年出生的球员，身高6尺8寸、203公分，身体素质劲爆。去年和美国著名篮球项目 Overtime Elite 签约。他在本场冠军赛中，面对美国队的内线，拿到了9分、15篮板的数据，其中包括7个前场篮板。而本届系列赛7场比赛中，他场均可以得到12.1分、11.9篮板的两双数据，每场比赛都有出色发挥。兄弟们，这是本期视频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